太虚神行，练魂后走路数量确实容易多了。这太虚神行堪比空间瞬移。 太虚一族的秘术岂有弱呢？太虚神行乃是身法秘术，凌驾太虚无极之上，亦能入境，仅能超凡。而太虚洞乃是太虚古一族九大仙术之一，它霸道之处，就在于能链接空间黑洞。 只是奇怪，恒月那小子用此招时，脑子里掺杂了一股熟悉的魔气。龙爷，还有什么太虚秘术可以教我吗？你忘了，明天就是第49天了。忘不了。 都说人死后投胎时会忘记所有记忆。 但你绝对不准把我的样子忘了，师父。叶晨的身体已经恢复了几分温热，这是怎么回事？难道叶晨没死？不行，我要找师兄他们来看看。龙爷，这怎么回事？ 你神魂元盛以往，且仙虚界开启在即，能有些许被感应到，也正常。终于没人守着了。葛青，他来干嘛？ 辛苦了，叶晨肉身留下，可以死了。准天境，灵真上人，原来他也想抢我肉身。 满嘴的替天行道，实际就是个彻头彻尾的伪君子。阴咒，带着尸体先走。 正阳宗的奸细，哪里走？当老夫死了吗？找到了！不好！<笑> 是我的！你们这帮混蛋，小心点！要全打坏了怎么办？圣主。 天轮眼干系甚大，莫不容我出手。天玄门身负守护诸天轮回印之责，大楚之事不得干涉，一切只能顺势而为。不想死就滚！是准天境强手，还我夫君！这。
们斗得两败俱伤，就是我等机会。再猖狂下去，就会暴露身份了。狗脑子都差点打出来，结果却被这第三人捡了漏。叶小子，恐怕你要失望了，他也是正阳宗的。正阳宗里负责训练阴冥死将的就是他，一些见不得人的任务也是由他负责。我想起来了，数月前他带回了一颗有着魔族气息的恶魔之心，与尹志远使用太虚洞时掺杂的那一丝魔气一模一样。也就是说，尹志远成为龙魂宿主是正阳宗在背后推动，我所遭遇的一切跟正阳宗脱不了干系，此仇不共戴天。要诛魔，那我便屠仙。